下一个我们来开箱，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 Nikon 的 Aculon T 十一，还有一个型号。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 Nikon 的 Aculon T 十一，还有一个型号。那这个是8-24倍25mm 光学镜片的双筒望远镜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啦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大堆的说明书跟保证卡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大堆的说明书跟保证卡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软 Q 皮革材质的收纳袋。然后里面有一条防丢绳，里面有一条防丢绳，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望远镜本体啦。Holy fuck！